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陈林佳，我是 Nazareth Academy 高一学生，今年是我在这学校的第一年。在 Nazareth Academy 我学到了很多，而且竞争也是像我以前从来没遇到过的。我很高兴来了这所学校，所以说我也希望你可以来这里。